各位早晨，欢迎收看星期六朝的 Now 早晨。天文台在凌晨一度发出黑色暴雨警告信号，以及新界北水浸特别报告，多处地方出现水浸。在观塘道和开源道交界，行车隧道完全被水淹浸，来回行车线封闭。附近翠屏道亦都受水浸影响，水深及腰，消防员涉水而行，多架车死火，包括有专线小巴、的士和私家车，司机要消防员协助离开现场。在公主道往尖沙咀方向，近爱民村对开一个弯位，一条行车线水浸，水深大约半米，一架驶经的私家车怀疑受水浸影响，引擎故障死火停低。在元朗田下路新田村、新生村出现了水浸，水深一度及膝，多个村民要消防员协助离开，两个长者身体不适要救护车送院。天文台说，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雨和雷暴，在荃湾、大埔和沙田录得超过150毫米雨量。